哇，这感觉，怎么感觉有点在玩《刺客教条：大革命》的感觉？这潜行的感觉也跟《大革命》很像，我是蛮喜欢的啦。等一下，我这样就藏得起来哦。OK，啊，我这三只都是试用角色啦，因为我以前玩的角色等级太低了。那可以接过，哇，我这三个都还不知道他们的技能，好，开打，凯西亚真的好帅啊，来了，凯西亚这个，这真的是重型弩吗？哦，他直接逃走是怎样？OK，等一下，他的血量在减少。喂，等一下，球弹姐，那个先处理那个。哦，我的血量已经不是重点了。这个，哇，你是被开几枪？呀，我看下第一位是什么技能好了。不是，这么帅伤不行的吧？哇，这只角色很帅，这角色很帅，完了，我会三只玩完之后都想要。哦，有了，来了，先开大，看一下，哇，凯西亚大招太帅了吧！哇，剑雨哦。哇，这个速度感超好对啊，这人质在，人在这里我还很怕连他一起杀死。哇，这我是在枪战玩那个，看，能不能别这样？跟我玩躲猫猫哦！我开大，先开个大。OK。哇，凯西亚大招也太帅了吧！哦，还好我已经抽到了。啊，人类，啊，行动结束了，这么突然。哇，这结算动画是很棒，没错啦。只是你的脸是不是有点扁？你的脸是不是稍微有点扁过头了？